吴康仁、姚以缇香港宣传新片引爆点，街头合影被路人误会拍婚纱。吴康仁、姚以缇为了宣传主演新片引爆点，飞到香港国际影视展台湾影视作品推广会上盛装出席，而两人也利用影展的休息通道走访梦想吃到的知名茶餐厅老店和景点，在香港街上两人亮眼的外形和登对的组合更被路人误以为是在拍婚纱照。吴康仁和姚以缇两人在聊到要去香港宣传引爆点时，就特别想抽空品尝香港道地美食。终于在影展记者会结束后，火速前往中环知名茶餐厅老店，特想品尝招牌的丝袜奶茶和西多士等。谁知道刚好晚十分钟，店已正准备打烊，苦苦哀求老板，老板才终于答应还有丝袜奶茶。于是两人只能略带遗憾，但又感谢老板能够一解嘴馋。而吴康仁和姚以缇也在香港中环老街上随行逛逛和合照留念，两人靓丽抢眼的外形更被路人误以为两人是在拍婚纱照。后来更有粉丝对住吴康仁说，你是吴康仁吗？我有看你演的偶像剧，竟然会在这遇到本人，也让粉丝和吴康仁都惊喜不已。